圣诞节纵能举行欢宴，祭赠圣诞贺卡。在这样一个充满欢乐的节日，小朋友们期盼着圣诞老人给他们带来惊喜。说起圣诞老人，他在你们心中长成什么样子呢？而今天的这位圣诞老人，你绝对不想碰到他。如果你感到害怕的话，请把害怕打在公屏上。怪异游戏绝命档案，带你领略隐藏在角落的可怕秘密。今天的档案是圣诞节，迫于生计仍在这肮脏的小镇上做着不光彩的工作。结束了疲惫的一天，我手里拿着的是给比尼的圣诞礼物。比尼是我的孩子，离婚之后他跟着孩子他爸住在这附近。十二月的夜晚十分寒冷，街上冷烟稀疏，但也不乏有这么些被生活所迫的同行，人在街上等待深夜。话说大姐，这么冷的寒冬，尼玛居然直接穿比基尼，就离谱。就你这长相，就算你等到东京医院也找不到客人啊。刚才那位大姐不懂事就算了，你丫的，你一大小伙子大冬天居然直接坐在雪地上，还尼玛就穿了条短裤，您可真是小母牛坐飞机，牛逼上天了。对了，现在得赶紧去把礼物送给比尼，不然我赶不上回去的地铁了。不过话说也奇怪，就算是今天天气冷，可是是圣诞节啊，街上除了一些站街女和一些流浪汉，几乎没见过几个人，大家为什么都躲在家里呢？终于来到了比尼的家。离婚后他不允许我跟孩子见面，把礼物放在门口，希望能带给比尼一些惊喜。时候也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就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看到了几辆警车停留在了外边。这附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，我靠近向警察打听，他们劝我早点回去，不要在外面瞎晃。这前面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了看到里面的情况，我偷偷地跑到了台阶上。什么？有个满是血迹的人倒在了地上，看样子还不是一场意外死亡。外面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我得赶紧乘坐地铁回去。进入地铁站，奇怪，里面怎么这么安静？地铁站现在应该还没下班啊，怎么灯都熄灭了？好在我带了手电筒。哎，这是什么声音？里面难道也发生事故了？我的天啊，地铁里也有人遇害了？不是吧，为什么我会遇上这种事啊？杀人魔很有可能还在地铁站，我得在他发现我之前离开这里。可恶，我刚才进来的门已经打不开了，现在只能往地铁的里面走了。这里也被贴上了封条，我去，这是有多少人在这里遇害了？我继续往里走，突然有个人从我的面前走了过去。我小心翼翼地靠过去，那家伙似乎还没有发现我，他一直在这附近游荡。利用地形，我成功地避开了这个穿着圣诞老人衣服的杀手，朝着地铁站的另一个出口走去。终于来到了出口，可是这扇门也被锁死了，可恶！我必须找到一根撬棍来把它弄开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回到那个徘徊着杀手的地铁站。趁着圣诞杀手没有发现我，我跳下了铁轨，打算跑到下一个站。我跑了不知道多久，终于看到了头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铁路都被锁住了。无奈之下只好掉头，可是当我回到地铁站时，不小心被圣诞杀手发现了。这家伙发了疯似的拿着手里的凶器朝我追了过来，我被他砍了一刀。还好我以前当过记者，跑步的速度一般人都追不上。我躲进了一个厕所，躲在一个坑位，祈求他不要进来。兄弟们，把祈祷打在公屏上。好在有兄弟们的祈祷，圣诞杀手并没有进入厕所，我暂且逃过一劫。在另一个厕所里竟然还有警察的尸体，这个变态圣诞老人不仅杀害平民，就连警察他都敢下手，并且还在墙上留下了吼吼吼的字样。这个杀手完全就是个疯子，我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。趁着杀人魔不在，我溜进了地下室，刚一下来我就发现了一滩血迹，在这底下不会也有一个变态杀人魔吧？在地下室里被干掉的又是一名警察，比在厕所的那位更惨。我潜行在地下室，希望找到些能帮我逃出这里的道具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在这里找到一把撬棍。可是正当我想要回去的时候，那个我最不想见到的家伙也跟了过来。天啊，我悄悄地绕开他，就在我要离开这里时，一个不小心最终还是被他发现了。他发出怪叫朝我追了过来，在他的追赶下我一路狂奔，终于跑到了出口。我迅速地撬开了门，离开了地铁站，再一次呼吸到了外面的空气。哦天啊，谁又敢相信我刚才在地下室遇到的这一连串的可怕事情。哎，奇怪，外面怎么这么安静？仔细一看，城市里好像连一个行人都没有。
四周都被用路障挡住了路，也是这附近发生了这种事，大家肯定都待在家里不敢出来，唯一能走的地方就是这条小巷子。我试图在巷子里找到通往其他区域的出口，找了好半天都没能找到一处离开的地方，倒是有一堵被砸出裂痕的木墙。当我靠近这堵墙调查时，那怪笑的声音再次出现在了周围。圣诞杀人魔他追了上来，我迅速跑开，利用地形优势在小巷子里藏了起来，并且又发现了一具受害者的尸体，在其旁边还有一把斧头。拿到斧头后，我再次来到那堵有裂痕的墙，猛地用斧子将墙劈开，四处都是楼房，我无处可逃，只能朝着天台的铁轨跑去。我要逃离这里，只能沿着铁轨一直跑，直到下一站。在求生欲的促使下，我一直跑一直跑，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我竟然光靠跑步就到了另一个站台。本以为能松一口气，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区的地铁站也是如此安静？我的心中有一股强烈的不安。果然跟我预想的一样，这里也有遇害的警察，圣诞杀人魔不止一个。在尸体的旁边还有一些没用完的枪弹，我捡起了他们。有了武器的我心中踏实了许多，朝着地铁站的深处走去。突然，那个可怕的声音似乎听到了动静，拿着斧子从地铁站内冲了出来，向我迎面扑来。我向他开枪，他似乎察觉不到痛感，依旧不依不饶地追着我。不过就算他看似无敌，但上方的血条还是快被我打到见底了。可恶，就在他只剩下了最后几滴血的时候，子弹打空了。对了，还有斧子，我捡起了斧子跟他对砍。我被砍两下的话就会死，但是他的血量已经见底，现在就看谁出刀快了。经过了一番苦战，最终我干掉了圣诞杀人魔，结束了这座城市的噩梦。